我告诉你，大美，你夹上它，你再穿上高跟鞋，你信不信？一会儿就把你这高跟鞋磨成拖鞋。你这就是没劲儿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唱唱歌，鼓鼓劲儿啊！你注意，你注意，跟着我歌声的节奏走。让我轻轻地告诉你，告诉你天上有星星，告诉我还没告诉你，怎么跪下了？你再告诉我一会儿，我就躺地上了。起来！我的妈！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哎呦！慢点，往下，往下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哎，放下，放，你歇会儿去。哎呀，确实有点沉，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你这平时老不运动，你这体力不行，喘口气，喘口气。哎，那个，小王总，哎，我问你点事儿行吗？你说，喘口气儿啊，就是咱们小区不是评选最美女青年吗？啊，这事儿哈，那个我多少票？我跟你说，大美啊，你的票老多了。你差一票，是250票。哎呀，我人缘这么好吗？嗯。那既然我这么高，那其他选手呢？比如说那谁家那小谁，那谁家那小谁，那谁家那小谁，还有那家的黄小黄。你不就是想问黄小黄吗？我问很多人呢。嗯。大美，我告诉你，黄小黄的票挺少的，他跟你有一定的差距啊。他呀，才249票。他那么少啊？啊？那没人给他投票啊？是啊。我怎么感觉他跟我一样多呢？是吗？那不都差一点250吗？哎，这我倒没有发现。我跟你说，就你那一票是很关键的一票。你跟我说你那一票，你投给谁了？嗯，抬冰箱吗？你就别一问你关键时刻你就打岔。你说你投给谁？你说你这必须说。哎，那个大美啊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你说你像你买这个新冰箱，人家都送货上门，你为什么非让我送门上货呢？这是个问题呀。对呀，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倒倒啊，对。我是这么想的，赵刚子啊，你说你天天在物业公司坐着啊，看报纸喝茶水，你坐时间长了吧，我就担心你捂住血。我就想你没事到我们楼上面这个地界溜达溜达，看看我们上帝们都有什么需要。看看你有什么需要，你说我给你解决嘛。哎呀，我这个需要不好解决。没问题，我帮你解决。我想要个丈夫。你家冰箱放哪？搁屋里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呦，慢点啊！好，妥了，我得排掉了。慢点。哎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给我吧。嗯。进呢？来来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哎，这谁放的酸菜缸啊？你进来。不是，你这门太窄，我进不去呀，这挡的。那你不行，这我得问问，这谁放的酸菜缸啊？这是。你也看见酸菜缸了啊？你这个楼道里。就两户，反正不是我的。那你说是黄小华呢？那是你说的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。赵刚子，请解决问题吧。我先歇会儿。黄小华，黄小华。呀，刚子哥。哎，咋的？小华啊，是这样的，今天呀，我帮大美抬冰箱。大美家住对面。好的。黄小华，又咋的？没说完呢。我帮着大美啊谈冰箱。大美家就住对面。你别回去，我没说完呢。咋了？我帮着大美抬冰箱啊，就这酸菜缸，你看卡在这儿了。这酸菜缸是谁的呀？想吃酸菜了，晚上给你捞两颗。好的。哎，这，哎，哎，黄小华，你干啥？咋那么多事儿呢？你没问完呢。这酸菜缸是不是你们家的？啊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咱物业有规定啊，业主不能往楼道里边放东西。那我也没违反规定啊，那酸菜缸又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呀？我妈妈的。这么着啊，那个咱妈的酸菜缸也不能放在这儿啊。你跟谁攒攒的呢？啊，赵刚子，你跟谁？不是，你说，你要跟谁俩攒攒的？不是，那个小黄，你控制一下情感，好不好？你往回退，你退回原来的位置，好不好？退回去。
小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妈妈我阿姨她老人家的酸菜缸也不能放在这儿啊。我知道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今天帮人家大美抬冰箱啊，都卡在那个位置上。哟，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。哦，原来是帮大美抬冰箱卡那儿来找我麻烦的是吧？是。哎，赵刚子，全小区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不帮别人抬冰箱，就帮大美抬呀？怎么的？大美美呀？不是，不是。我跟你说，这跟美不美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长得磕碜，让我抬，我该抬我还得抬，对不对？你让我抬，我能不抬吗？怎么的？我磕碜呢？我没说你磕碜，我说你长得美。骗谁呢？我美吗？行，你不美，你磕碜。谁磕碜？你是美里边，不是，你是磕碜里边最美的，他是美里边最磕碜的，行不行？磕碜呢还是一样美呀？你俩是磕碜里边有美，美里边有磕碜。那到底谁美谁磕碜呢？美不美，美容院说话，明白不？黄小华，我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我是物业，我就管服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好好聊个天还激闹了呢。我能不激闹吗？你说你问这问题无解。我知道你是来解决问题的，就是你赶紧把这酸菜缸挪走了，行不行啊？酸菜缸都是小问题，还有大问题呢。啊、什么大问题啊？你别急，哎，时间马上就到啊。干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听。完了，火警！完了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不是演习。黄小华，这咋着火了？黄小华，赶快，我掩护你，快撤撤撤，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！你快点，别照高子跟大马猴子的。怎么的？快撤！上来，你装啥蜘蛛侠呢？在那儿啊？怎么？你接着往后听。啊！这什么个意思？这明显有人练嗓呢。我的妈，这是练嗓啊！啊！我这声音也太刺激了呀！不行，这必须得控制，否则这一个楼道的人都跑没了。哎呀！我倒无所谓呀，跑了一个礼拜了，车库我还住了三宿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行，楼上那心脏病老大爷行吗？是是是是是，这谁家呀？这是？那我哪知道啊？这一层就住两户，一户我家，一户奶家。你说是大美家发出的声音呢？哎呦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赵刚子。你看，问题来了，解决问题吧，哈。大美，大美，呀，问题解决了？不是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刚才那个拉井别人是从你们家出来的？拉井？啊、哦？什么情况啊？我妹妹要考音乐学院，声乐系，女高音，花腔。你妹妹这不是花腔，你妹妹这是武器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噪音扰民，不行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武器啊？伤害到你哪儿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肯定是有人告我状啊！哈，赵刚子啊，我让你解决的是酸菜缸，你跟我说的是花腔。你要想解决花腔，你就先给我解决酸菜缸，再解决我的花腔。去。黄小华，怎么的？是不是找到源头了？黄小华，我跟你商量一下，你高风亮节好不好？你先把这个酸菜缸挪走了，然后我给你解决花腔，你看行不？没问题，不就是挪酸菜缸吗？是挪哪儿啊？挪哪儿？就挪你家里去呗。放不下，那就挪到你那地下车库。车停哪？那你放冰箱里。你摆试试。这样。黄小华，你把这两个酸菜缸放到我们家行不行？哎呦，赵刚子，哎呦你不得了了，不就是有人投诉一下酸菜缸吗？你就屁颠屁颠过来解决问题，把你自己家都搭上了是吧？你别说话了，你说啥呀？不就大美美吗？就比我优先呢？大美大腿长就比我快一步呗？这跟大美大，不是，这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呀？你还想有啥关系啊？赵刚子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有妇之夫。哎，不是，有妇之夫怎么的了？有妇之夫赖我吗？有妇之夫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大腿是大腿，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，干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大腿。
腿，大腿，大美，大美，又解决了。来来来，大美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你高风亮节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你先把你家那个噪音呢，以后就停止喽。酸菜缸我给你解决，好不？凭什么我就高风亮节呀？不是，你这就明显欺负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人过去有人说家里没个男的就招人欺负，我真的真想死这句话了。你就欺负人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就是看谁虎谁白，谁虎白甜，你就向着谁吗？什么虎白甜？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有妇之夫，请自重。哎哎，不是我有妇之夫怎么的了？有夫之妇赖我吗？有夫之妇跟虎白甜有什么关系啊？虎白甜是虎白甜，有夫之妇是有夫之妇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我明白了，这俩人是杠上了。今天大美让我抬这冰箱，就是为了让我发现这个问题，我来解决。大美，你出来一下行不？黄小华，咱出来解决一下行不？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我还不信我收拾不了他了，我收拾不了他，我就白当有妇之夫了。不是，我就白当金牌物业。喂，老刘嘛，就是咱们社区啊选这个最美女青年的事儿啊，现在我已经在他们家门口了，两位女青年啊都不出来，你看怎么整啊？哦，就换人是吧？好的。刚子哥。行了，不用换了，两位女青年都出来了。呀，你奶那刚，呀，大美姐，哎，小黄你在家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又瘦了？我看你的腿是不是又长长了，都长到嗓子眼儿了？哎呀妈，你这裙子真好看，你这在哪儿买的？你真会买衣服，我嫌你可白了，惨白惨白的。那个是这样啊。二位，这回咱们社区呀、评选最美女青年、你们觉得谁最美？那还用说吗？那还用说吗？那小黄呗。怎么可能？大美姐多有气质啊！我多磕碜呢。哎，你哪有我磕碜？不是我磕碜。哎，你磕碜不过我、啊，我还是我磕碜。现在谁磕碜谁先说话。我说了，我最磕碜，我先说话。行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这回评选啊，最美女青年，不光是颜值要高，素质也得高。那太简单了。So easy。太简单了，这事。So easy。不是，哎，大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、比如说你在咱们社区里边、突然有人摔倒了，你扶不扶？那我肯定撒开腿过去扶起来，把他送家。太好了，比如说你邻居家做饭的时候突然没有盐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肯定撒开腿上超市给他买包盐送家去。比如说你发现你邻居家那个钥匙挂在上面没拿走，怎么办？那我肯定撒开腿上你拔起来，我给他收好了。比如说你们家邻居酸菜缸没有地儿放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肯定撒开腿过去把酸菜缸一抱送我家车库去，反正我也没车。明白，腿长就是好使。来，大美。抬酸菜缸，行、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过来过来，姓赵的，来来来来来。怎么的？我这么一琢磨，我怎么感觉我有点让酸菜缸给扣里头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大美啊，你刚才说那些话呀，让我感到了你的素质。我什么素质？特别高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看，你不光素质高，你思想觉悟高，你水平高。真的吗？嗯。我从小就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就一直都没变过。哎呀，黄小黄啊，你看，你对面住了个三高，你看着办吧。哎呀，大美姐，我听你一席话，我都觉得我特别矮小。哎呀，我觉得没关系。哎呀，大美姐，哎，你妹妹不是要学声乐吗？我就认识声乐老师，上他们家去提高提高，锻炼锻炼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愁给他找不着老师呢。谢谢你啊。你客气啥？你看我这酸菜缸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，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老闻着酸菜，还闻习惯了呢。你说是不是啊？
那个也不好意思，我给你道个歉，我妹妹这两天她练声，我跟你说这十多天我都没没事的，哎呀，道歉，这不是给我们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呢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是吧，你其实吧，你妹妹你干啥话没说完呢？说两句，哎，不是，你要说啥？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让我说两句啊。你看，其实街坊邻居之间发生点矛盾呐，有点磕磕碰碰，其实没啥，对不对？把这事情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是，你多说一声对不起，你多说声没关系，啥事儿都没了。本来也没啥事儿啊，就是你来干啥来了？谁让你来的呀？哎，好好物业，你不待，你在这儿干啥呀？你上班，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呀？是来挑事儿来了。这都女人之间的事儿，你能弄明白吗？我俩感情你知道吗？就是啊，谁？哎，你叫他来的？不是啊，那你来干啥来了？对呀，太多余了吗？多余的事儿，你明白烦人了。那我走了。来，哎，赵刚子，我还有话，我有个小事儿问他。你问他，那边来。啥事儿？那个，咱们不是评选那个最美女青年吗？啊，听说你那票还没投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准备那一票投给谁呀？投给谁呀？那个，我这一票我准备投给你，啊，你们大嫂大米粒儿。假公济私啊，你这是。不是，你说你投给大米粒儿，他不就成为我们最强有劲的对手了吗？对呀，不要紧，据我调查，大米粒儿现在加上我这一票总共才一票。啊，那行，那投吧。你还愣着干啥呀？抬杠啊，到底坐去。明白。还愣着干啥呀？台湾干搬冰箱啊，进屋啊。哎，回见啊。再见，改天聊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跟你们说，大家啊，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路窄不一定是冤家，就怕碰着俩奇葩。哎呀，